来玩这款游戏《狗生模拟器》。一开始是土狗，还可以随机狗生呢。选择一只是狗，随机选择一只狗。进入成年期，乖乖听话。哼，打翻菜盘。狗的人生啊，没有狗生啊，不是人生啊，啊，这也是狗的一生。那么快就到成年期啊？真的假的啦？长得也太快了吧！狗爸，田地上交保护费，保护费是狗骨头，翻垃圾。哎，真的是翻垃圾哎、欸！人类是挖宝，狗是翻垃圾，是这个概念吗？散发气味，嗅一嗅做朋友。这样就结识异性了。获得金毛伴侣。小偶。没有狗人拒绝属性高的异类。送他苹果核啊。这样就能求偶了。哼，他要怀孕了，太快了吧！点击将后代加入社交列表里，下一局狗生就能从后代开始玩哦。所以是一代玩一代这样子啊、哦，把完美的属性加到列表里面，结束选择，主人收益加20%，这是新手礼包。主人拖鞋看得太不是你了，藏起来。心情提高了，结果被教训一顿了啊！活动地方，狗爸，散发气味，这边是送礼的地方哦，还有赠送药品。但问题是，我要去挖垃圾，是不是？嗯，河边玩水，熊偷蜂蜜，玩水捉鱼，扣除无体力。再寻找一下 ，VIP 可以自动捉鱼 ，VIP 要190。还可以领取两只乌龟，只要看广告。嗯，挺有特色的啦。好啦，宠物医院，好心人。哦，看广告才能补充体力啊、哦！那体力一下子就用完了，翻到车看看。没了没了，嗯，这样子玩一玩，瞬间就用光了啊！不要猪圈哎，瞎逛逛好了，看一下体力好了。不知道这是要干嘛的，我就是要看一下猪圈，吃了。狗窝使用，这是增加心情的啊，不如拿去送其他狗狗。好，这边钻石还有 VIP 特权190嘛，然后还有什么狗窝，这边都是快捷的地方啊。目前现在是冬天，冬天的话它适合去钓鱼。好，后代恭喜。让我看一下战斗，
哎，你被我打了，后代的凯迪烦了你，哇，那我赠送药品，培养互动。来人类的部分，主人训练智力啊，体力又没了，用光了啦。好了，这玩法大致是这样，我已经充分知道，其实是蛮好玩的啦。那但是体力很快就用光，就稍显有点后继无力那种感觉。那这边还 OK 啊，内容还挺好笑的。好啦，喜欢狗狗的话，要不来玩一下狗生吧。大家拜拜。